大学说，为人臣，止于敬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作为属臣，他的言行要做到恭敬。身为人臣，首先要做到恭敬。大学中的真正意思是，恭敬不是恭维，不是想费心机在言行上阿谀奉承，而是想方设法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，最大限度地替君王上级分忧，这就是最大的敬。战国时期，赵惠王得到一个稀世珍宝和氏璧，秦昭王听说后，派人给赵惠王送信，要求用15个诚意换这块璧。赵王把大臣和将领们召来商量，大家都觉得很为难。秦国依仗自己国强兵盛，名为交换，实则强取。赵国若是同意交换，秦国得到璧，必定不肯交成。赵国要是不同意，秦国就会借口向赵国出兵。最终，赵国决定派一个人去回复秦国。赵惠王左思右想，找不到合适的人。这时，妙贤推荐蔺相如。惠王想考察蔺相如能否担此重任，便把他招来问道：秦国要用15个城换我这块璧，你看能换吗？相如说，秦强赵弱，大王不能不换。惠王又问，秦国拿了我的璧，又不给我城怎么办？相如说，臣下愿意为大王出使秦国，秦若将15城划入赵国版图，臣下把璧留在秦国，秦若背信弃义，臣下一定将璧完好归还赵国。惠王见相如有勇有谋，就同意他带璧出使秦国。秦昭王在章台接见相如，他接过和氏璧，乐得眉开眼笑，拿给身边的大臣和美女们欣赏。相如见秦王绝口不提交城的事，就上前一步说，大王，这璧中有不足，有一块斑点，让臣下指给您看。昭王把璧还给相如，相如快步走到一根大柱子前，怒发冲冠，厉声说道，大王答应我国君主以城换璧，我国大臣认为秦国贪婪无信，不同意把璧送来，臣下以为平民百姓尚且不相欺骗，更何况堂堂大国呢？今臣见大王根本无意交城，所以把璧拿回来，大王若是逼臣，臣就将头和璧一起在这柱子上撞碎。说罢，握着和氏璧对着柱子。秦昭王怕撞碎了和氏璧，慌忙下座对相如好言道歉，又让人拿来地图，只画出给赵国的15个城。相如看出昭王毫无诚意，就说，和氏璧是天下至宝，赵王让臣下送璧时曾经斋戒5天以示恭敬，现在大王接受此宝也要斋戒5天，还请备下酒宾的礼仪，这样臣下才能交出璧。秦昭王无奈，只得应允。相如趁此机会派人偷偷地把璧送回了赵国。秦王斋戒5天后设酒宾之礼，请相如交璧。相如从容不迫地说，臣下怕大王欺骗赵国，已经将璧送回国了。秦国是强国，只需派一个信使，赵国就马上把璧送来了。现在若是交给赵国15城，赵国又怎敢欺骗大王不把璧献上呢？昭王一听，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左右的人要把相如拉出去打死。昭王阻止说，
算了吧，杀死他也得不到币了，又何必为此事断绝两国的关系呢？就把蔺相如放了。相如回到赵国，赵王称赞他说，因为他的勇敢才使赵国在强国面前维护了尊严，并封他为上大夫。秦昭王又派使者通知赵王说，秦国愿与赵国修好，请赵王到渑池相会。赵王畏惧秦国，打算不去。蔺相如和上卿廉颇将军商议说，大王若不去赴会，就是向诸侯表示赵国弱小胆怯，这样做有损国威，应当去。二人向赵王劝行，蔺相如自告奋勇为赵王保驾。赵惠王和秦昭王各带随从到了渑池，见礼后置酒宴会，饮到半酣时，秦王开口道，寡人听说赵王擅长音乐，今有色在此，请赵王奏上一曲。赵王不敢推辞，只得奏了一曲。秦王拍手叫好，并命御史将此事记下来。御史记下，某年某月某日，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，令赵王鼓瑟。蔺相如见赵王受辱，挺身而出，对秦王说，我们赵王也听说秦王善于琴声，臣现奉上盆否，请秦王击之，以相娱乐。秦王怒容满面，没有吭声。相如立即取来盛酒的瓦器，跪请于秦王面前，秦王不肯击。蔺相如厉声说，大王难道仗势秦国强大吗？现在五步之内，我蔺相如要将血溅到大王身上。秦王身边的随从叫道，相如不得无礼，冲上前要杀蔺相如。相如怒目圆睁，大声斥责，把这些人都吓得退了回去。秦王惧怕相如，只得勉强击了一下。相如站起身，领赵国御史记上，某年某月某日，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，令秦王击否。秦国群臣不肯罢休，纷纷站起来喊，今日秦赵和好，请赵割15城为秦王祝寿。相如毫不退让，说，那么也请秦割咸阳为赵王祝寿。咸阳是秦国的都城，秦国岂能割让？直到宴会结束，秦国也没压倒赵国。赵惠王回国后，认为相如不畏强暴，又一次使赵国不受辱于秦国，功劳最大，拜他为上卿。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蔺相如之所以能拿出这样的勇气和智慧，很大程度上就源于他对赵王的敬。也正因为这个敬，历史上才有了蔺相如渑池之会这样的千古美谈。这也是后辈人臣下属们最值得向蔺相如学习的地方。